接下来要介绍的是舞场，在台上锣鼓喧天，通常都来自于这一批打击者。好，那首先呢，我们要介绍本团最幼稚的古王，年轻古王，他是出身于歌仔戏世家，相当优秀的一位演出者哈，他是杨逸凡老师。 那么他所要担任的是司鼓的工作，那么我们先来听一下司鼓的声音。OK， 好，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大锣林志宏老师，好，是不是？那我们听一下大锣的声音。哦，这个声音出来的准比会给歌友啊哈。好，因为是古代要来。 没有广播器材，所以大部分都是用这个乐器来跟大家宣达事项。好，那接下来是小锣吴丽玲老师，顶顶顶，哦，修懂被吃顶了哈。好，接下来是我们的脑靶江彩杰老师。 好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是不是简单来听一下锣鼓的一场连奏？